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今个我去家窝里小黄车处理一箱，小黄车。然后给家放了有两年了，基本上也没人开，它电瓶不管了。这回来了，离不了交通工具，然后去换个车，看换个两轮还是三轮。这里是不是可暖和了，哥？赶紧走吧。中，擦擦后头。我天，这给整啥那呀？这车是花16000吧，还是11000？我忘了，都忘了。就是11000。已经开了几天儿，其实要是搁家的话，还用不着开的，岁数不短的，就是出去了，然后我们又再开它了，给放了一下。第一次放的，第二次你不知道哪一回你碰了一下，要碰了一下。是啊。要不都碰了一下，还怪顶着开。你看这方向，你走都成啥了？糊了那里，喇叭没喇叭。换1000。不重要，去了给人家搞搞呗。你可别人家说给我做2000，然后你就说你再给我往地下搞啊。看看咱哥给他讲讲价，看能不能多低500，四五百。然后一会儿一旧换新，换一个。换个三轮，这种不考虑，和视线不好。这种一体风的。感觉咋么样？感觉大。这说的，这五块的，跑个70公里左右，那你说一来一回绰绰有余哈。回来充电，后边你还到那儿充不了电。那弄车咋说？低多少？咋说？那都2000多，俺这点儿可能就弄人了。你养的高了都，这搁底下可能我跟你说你。成啊，我说碰开第一顶门，叫我可以都卖了，是不是？你养的高了，有人过来扒你脖子。你感觉哪一种好吗，闺女？你感觉这一种好？不大不小，就是好。怎么样？老年车的感觉。这都修炼山了，你看我这看着我红的。嗯？你不坐坐哟，反正你也是经常坐的。哎，没问题，松松利利的样的。这装饰装饰，要不然真的跟老年车。车大了，可小。定了啊！这辆车能装五块电瓶，或者是能跑70公里的。五块大电瓶，五十多少万呢？60万。56万。你别到时候跑不了，到时候你叫。跑不了。你再跑，你敢试试吗？哎呀，你上次可能换上加油的分贝了。我也在想啊，难道我这一辈子就给这电三轮、电四轮打上交道了吗？开心一点，这只是成功人士的过渡期。加油！来，骑新车。这链子给我一挂上，又防晒又保温，可以了。旧车变新车啊！我的小黄车现在变成了小灰车，3000，小黄车低了2500，这个又给他了3500是吧？嗯。换一辆新车啊，然后这就是我的通勤工具了啊，可不可爱？眼球啊啊！男孩果然就是没有女孩贴心，就是俺妈买的车多好看嘞。对呀，是不是又拉风又这个什么又凉快，还省钱？就是，眼科真是不动。他竟然说丑，就是明儿不叫他坐，他说太丑了。是假，是吧妈？明儿不叫他坐。眼科禁止上车。